祥先生致辞，有请。尊敬的叶圣陶会长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。我出生在棉兰，棉兰和基港是苏门答腊第二大城市。苏门答腊很大，这一南一北将近千里。没想到我娶了个老婆，我的岳父啊是基港发家的，于是我与基港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基港是印尼历史名城，印尼历史上强大的斯里扎亚王朝的国都就在基港。叶圣陶主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我们感到啊，这个34年来，确实基港校友会在各方面的都取得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各位校友，各位亲爱的基港的校友们，各位侨友，我们这些华侨侨界的团体、侨友的团体，基本上是50-60年代回到了大陆，回到了内地以后呢，辗转来到了香港。大家现在基本上是70-80岁，而且呢，很多社团基本上是后继无人，所以在这一方面呢，我们感觉到呢，这个校友会作用啊，在这个后期的校友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侨爱基金也是本着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这个理念啊，牢记着我们的难兄难弟、难姐难妹，原来共同的理想回到国内，共同的道路来到了香港，大家都是经过了艰难痛苦、艰难甚至是痛苦的道路，所以我们侨爱基金在侨界的各位上长人物的支持下，在各社团的义工们的支持下，我们顺利地组成了侨爱基金。几年来，我们已经慰问了10,000多名的这个侨友啊，在春节的这个敬老活动呢，我们呢发了红包，发了纪念品，大概1万多人次。我们呢，基层侨友、基层社团，先后几年来已经慰问了住院的、住老人院的侨友1000多人次。我们在这几年来也已经发放了100多次的赞助呢，给这些困难的侨民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感觉到呢，我们侨爱基金任重道远，我们也期望跟基港校友会、跟全体的侨界的基层社团一起把这个使命做好做大，我们一定，侨爱基金一定不辜负上长人翁，不辜负社会，不辜负我们的侨友对我们的期望跟信任，我们一定会继续做好，坚持到最后。谢谢大家。我们再请我们的家里人、我们的前辈侨总
侨界的显当王新元先生的女儿，我们的荣誉顾问王顺应先生女士致辞。尊敬的叶圣尧主席，尊敬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西港香港校友会第14届比肩式就职典礼，我非常高兴被邀请出席，并向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热烈的祝贺。西港对于我既陌生又亲切，因为爸爸下南洋后在西港奋斗了很多年，兄弟姐妹、哥哥、姐姐都出生在西港，而我是家里头最小的一个，是在国内广州出生，所以我的名字爸爸取为穗英，穗字是广州的简称。1932年，爸爸南下印尼居港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恒丰号，分行遍布苏门答腊南部，他被归为居港中华总商会的会董，为中华学校、华侨学校的建设热心贡献力量。尊敬的嘉宾们，尊敬的校友们，现在敬酒开始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、人民幸福，为香港真正落实爱国者治港、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，做的嘉宾们、校友们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再干杯！谢谢大家。大家一片刻可以抽取下口罩。谢谢张真龙副主席给我们干杯。